好，我是 Amy， 今天是我们杨勇教程的正式学习。那么今天我们将会学习两个部分的内容，第一部分的内容是全路的仰泳腿学习，第二部分的内容是半路半水的仰泳腿练习。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吧。我们的学习内容就到这里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留下你们的点赞和转发，分享给你们身边的小伙伴，我们一起来学游泳吧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